日本 rap 音乐原创企划延伸的手机游戏《催眠麦克风 Alternative Rap Battle》终于在日本上架喽！故事讲述四个地区的 rap 队伍参加奖金50,000,000的争夺战 Alternative Rap Battle， 玩家担任的就是这一场 rap 大战的首席 DJ 的徒弟。游戏采用的是在 DJ 盘上打击节奏的玩法，除了点击之外，还有基本刷碟的位移效果等等，让歌曲更有挑战性。当中也收录了全明星曲、四个地区队伍的印象曲，以及本作的 ARB 同名主题曲。全明星曲因为长度非常长，因此游戏还贴心的开放让玩家可以挑选喜欢的 part 来游玩，难度从 easy 到 expert 都可以自由选择哦。另外当然就是卡牌系统啦，开局可以取得一张 SR， 赠送的实抽券也可以抽到 SSR， 卡牌也会影响到游戏的分数，所以养卡也是一门大学问呢。催眠麦克风预计今年7月也会释出动画，粉丝们就赶紧在那之前先下载游戏来玩吧。